向你表示慰问，然后今天呢，祝你那个手术成功，早日康复，好吧？嗯。不用担心啊，没事的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啊。哎呀，是吗？这个病死事是特别很高兴，能够把我的这个人给治好。二十四，二十五。那再给你们拍一下，好。ICU 里面不能进来，你们好。都可以进，赶快出来。ICU 里面不能。